2023最刺激的灾难大片钻井惊悚来袭，一群海警施工队在工作了半年后准备返回大陆休假时，却突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。钻井台上的输油管道莫名的发生了爆炸，在发现情况不妙后，负责人马特立刻派遣工作人员前往爆炸的地点进行维修，而此时的员工已经穿上救生衣，准备乘坐飞机与家人团聚。就在一行人谈笑风生时，却突然接到了取消休假返回到工作岗位的消息。无奈的一行人只好脱下救生衣，继续着枯燥乏味的维修工作。就在队长提醒队员们注意安全时，钻井台突然发出剧烈的晃动，被吓得一行人赶忙抓住就近的扶手来稳住身体。紧接着海面上出现了一大片神秘的浓雾，在将整个钻井台包围后，队长以为这只是一个普通的雾霾，于是并没有在意，继续派遣员工前往爆炸的地点进行着维修。可就在男人爬行到一半时，突然发现身后的队友离奇失踪，他拼命地呼喊着对方的名字，也没得到任何回应。